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Canon 的这个 Pilux 啊，这台是比较少见的比较稀有哈。我们以前也有上架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台很完整全原厂全这个完整的原厂它而且是它这个型号Pilux 的这个皮套它这个皮套是很完整的，然后也全部都原厂的全原厂，然后原厂的相机背带这个当年的皮套全部都原厂的，然后原厂的相机盖镜头盖，然后还有这个镜头保护镜这个也是 Canon 的Canon 原厂的，大家可以看一下Canon 这边 Canon 原厂的所以它这个镜头状态也是蛮棒的，大家自行看一下我们不那个你自己看一下这个镜头的这个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它这个快门正常可动，大家可以听到这快门声哈，快，好，变换快门速度都正常，好，那它这个前后皮革都正常服贴，正常贴合了，都服贴，然后这个金属外壳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都放皮套的关系啊，所以状态都还不错，还是有一些。少数使用问题，不过这台是状态已经是算蛮好的大家自行看一下自行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拆一下给大家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这个镜头这是状态你看我已经把它整个拆下来了这个镜头的这个状态这个里面这台的状态真的是不错这台状态真的是不错好，那么打开一下底片室也有拍等一下打开底片室它是在下方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你看那个快门帘的状态快门帘的状态好，那以上就是这台那个 Canon Pilux 的这个视频那有兴趣的一样可以预约到店看机子就行。